Here is Nan's 15 kill spree from CDMS7 some few months back to show how absolutely broken it was before it got nerfed and why the Chinese players loved using it so much. 对，抢住了，南迦还能再接一个，这个位置就触杀人头了。其实我对于这个点的理解就是，尽可能的混一些分数，但是其实要助长的是自己的一个击杀。你看，像空对地啊，复合弓啊，马上又要在第二个点绽放了。对的。 就你在这个点的话，尽可能去多累积一下自己的整个的KD，而尤其是对于现在的二楼以及内场的，跟我双方还是要做一个比较好的配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点内的话始终有一段时间的一个空缺啊，大家主要的战场还是会在二楼以及内场。对，炸一下，哎，炸屋顶上了，好尴尬，啊，也是极限拉枪了。这不能叫拉枪，这个叫甩炮。 是吧？他这个导弹要甩过去，有点难拉扯。接住一个尾分是让 MTG 给吃到了，比分也是来到了十几分的一个小差距。EMP 也刷出来了，南将可以说是把所有的技能连杀都拉满了，12连杀，而且这个连杀不算终极技能哦。你看南将现在自己已经是26个击杀了，直接拉弓了。 现在停车场的位置还是由KZ去占领住的。那刚刚劣势的分数再次去1分1秒的再上涨回来，感觉一瞬之间 MTG 的队员不知道在哪里去，消灭不了了。南将这里还在做连杀，虽说这个复合弓最终只打掉了一个人。